立体精致的五官，曼妙的身材，来自菲律宾的黄奇尼，个儿娇小，拍起照来却展现强大气场。nice， 那个妆我做。黄奇尼兼职主持人、演员及模特儿，这回是哭花妆容的黑眼线，一回又收起发丝假装光头，大胆的尝试让人摸不着头绪。我们的头发是我们的 crowning glory，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美不是只有头发。而且美丽不是只有外表，美丽真的是你个人，你女人的心。原来是以四季主题，诉说女性从受伤到坚强的情感转折。纤细的小蛮腰，不说还不知道，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。离开镁光灯后的黄奇尼是个全职主妇，休假时最爱全家人出外拍拍照。Take it one more time， 给你机会。礼拜天就是真的大家跟家人一起，像今天就是来教会跟我们的婆婆公公啊，还有他们的姑姑，这样一起结合在教会。与老公恋爱，在苏武结婚，2007年来台湾定居，创立了飞台资讯平台，12年的分享交流让他成为外配的心灵导师。文化最多的一个问题，文化差别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哪里可以找到帮助，比如说家暴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从家暴到怎么变漂亮的问题都有。现在他也是个 YouTuber， 投入拍摄各类型影音，以正面的理念鼓励妈妈们照顾好自己，经营好家庭，平凡踏实的日子里也能开心自信的生活。